你说徐根宝现在在昆明，租车基地办农家乐，卖特色馄饨，好多，不是，也对不没有。对？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中共的体制的恶和悲哀就在这儿啊。你看啊，就像徐根宝，比如说大家看着他说他培养出了吴磊啊，什么张琳芃啊，类似啊，现在国家队有几个，但是他们从来不说他那个基地有多少的孩子最后没有踢成职业的时候，是吧？去送快递啦，当外卖小哥啦，这个没有这个生活这个保障啊，从来不说，对吧？他们就是这就是中共的恶。以及像徐根宝这种投机分子，他们这些人利用这些中共，利用这些家长，利用我们的社会的这种社会保障的漏洞，来去聚敛自己的所谓的资本、财富。